2016年，印尼小姐出炉，24岁，来自北苏拉威西省的卡西亚，从39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，夺下后冠。她受访时还亲切向台湾游客招手，推荐印尼观光。一度的印尼小姐总决赛19号晚间在雅加达会议中心登场，参赛佳丽穿着印尼风特制晚礼服，展现优美身段，现场还请来专业歌手为参赛者伴唱。不过想当冠军，除了要长得清新脱俗，还得通过评审的机制问答，其他比赛项目还有团体舞蹈、走台步等等，竞争相当激烈。而历经4小时的马拉松竞赛，24岁的卡西亚荣登新科后冠。当他看到台湾媒体来访，更一秒化身观光大使，展现专业。卡西亚也特别推荐自己的家乡巴纳肯岛，希望台湾朋友可以来这体验潜水，堪称最佳旅游代言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